们的健康都不太好。那个待会报到的时候要证件，所以大家的证件先拿出来看一下。先拿，先完。在那边吗？现在帮他复读一下。不行啊。OK， 好，这一次的活动今年主要还是在疫情的关系啦，所以说就必须有这个人数上的限制，然后也是尽量去避免一些交通上的一个移动，所以呢会选择就是在各个原来的群歌中心来举办，由各个群歌中心来做这个举办，这样那尽量减少人数，像今天我们艺术群这里呢，专题和
创意组就分开来进行，好，那来减少这个同时间的室内的人数这样。那这个活动呢是收割好这个同学们这三年来的学习的一个统整的一个成果，那并且也会跟同学的升学加分会有关系，所以是一个必须要办，那也是给同学一个鼓励的一个机会。以上。书包往后，书包往后。
好，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在台师大像往年一样那么大规模的举办这次的专题及创意制作竞赛，那所以我们就分这个十五个群科，由群科中心来办理这次的活动，分散在各地举行。像我们今天在这边看到的艺术群，就是在华山文创园区这个地方来举办。那虽然我们没办法把所有的同学像往年一样聚集在一起，可是我们分各群科中心去举办的时候，我们分散了，那也相对保障同学们的这个参赛同学的安全，所以希望能够在平顺的状况底下来完成这个专题做竞赛，让所有同学的权利都能够获得保障，也让这个活动能够顺利的举行。我想这次的疫情是相当严峻的，全世界的一个传染病，也造成人类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管在生活上面或是经济或者是这个人生命的安全方面都受到很大的考验。那身为我们这个高职的技术型高中的同学，我们有我们的专业跟我们的技术的能力，那或许各位在未来从事专题的题目的过程中，也可以去思考怎么样防疫或者是做相关的研究，来这个为世界或为人类来创造更多的健康跟这个安全，也可以，我想这也是一个机会了，可以利用它来当做一个专题的一个研究的发想。因为我们有上那个艺术群，然后我们想说可以用大家有些人所以更有趣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有一个不了解，尤其是像世界名画，有点追准不要管了。他不但会去。我要选这个风格，其实我们本来想选东方风格，但是因为我们看东方的画都融入在西方的名画中。早期我们的这个名家制作有很多也并不是水墨而已，它胶彩啊有。可能会对这些会比较了解。然后接下来我们有画一些明信片，希望能够透过这两位同学是负责画草图，还有这位同学是负责修稿，然后工具是更方便。有没有想过用这一类的工具去传播你们的概念？我们有想过很大的心力啊，怎么让更多人跟你分享？最后看到画跟那一师傅近，而他的妈妈也一路看着他到现在有了成就，明白到舞蹈不只可以当兴趣，也可以当成工作。那我们的创作动机，像我本身从小是学韵律体操以及芭蕾，而我们影视科每个礼拜会有肢体律动的课程，因为体会过练舞的辛苦以及背后需要登上职业。接下来介绍我们的拍摄手法以及剪辑手法，追寻自己的梦想。梦想这条路很难走，但为了他去选择用黑色，也是因为跟我们衣服去做搭配。所以摸摸自己去感受，变成你转化为一个即时影像的时候。然后也有那个专业输入，然后也有就是那个剪接，还有专题制作。然后我们会就是在剪接课会按一点的色调去呈现。那现在他走到现在这一步，你们自己觉得对？这一部创作最满意的部分，最满意的部分，我觉得我们有完整的表达出受访者的心境，包括他被一开始被家长反对，可能会有点心情低落。
在学生的时期做这些事情。那第二组的话，像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环保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因为很多人会在有不同自己想要的，有不同的方向，对不对？所以那它是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这个。会对我们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反抗新衣服是依附理论中它最矛盾，也是心理层面最复杂的，提高我们整个戏剧的矛盾冲突跟话题性，让提就是非常紧张。我们在讲的时候就是手一直抖，然后手一直抖，很无力的感觉。真的，可能是因为就是近距离。然后虽然说我觉得评审比我想象中还要，我以为他们会就是很严肃，可是他们都会有面带微笑啊，然后点头啊，给我们回馈这样子。觉得心中的大石头放下来的，因为一开始真的很紧张，然后觉得会不知道要讲什么，但也是因为评审老师他们都还蛮好的，所以让我觉得谈话上是蛮轻松，可是还是会有点小紧张，所以现在比完就更舒畅了。真的好，那现在给你们几位那个团员一个加油打气好不好？加油打气，是你们自己给大家自己。加油加油加油！耶！然后我们在针对这次演出结束之后，特别设计一个座谈会，就是希望在拉近之间的关系，是否有些问题，或是有些道德价值观不同的差异。片啊，也可能做成音乐呀、舞蹈啊，或其他的。我的功夫的，不管是进行田野调查，然后我们有访问一下周遭。而且是基于这一次的经验而做的改变。人类的心理状态，因为我们要去了解人的那个心理状态，才能就是常常自导自演会陷入一些盲点的部分，所以我们其实就会调换一些立场，比如说，所以我就觉得说，因为当时不知道写什么议题，就觉得说我对同性恋这议题也蛮有兴趣的。出道，突然出现电话的叮铃，施展魔力改造更新，巴拉巴拉甜蜜光景。电话亭精灵准备出击，黄色的布莱特跟紫色的阿豆，阿婷与奶奶进行沟通来聊天。蔡荣也不希望电话亭。去测量了电话亭的每一个角落，困难，对，我们的生平及贡献，结合金属工艺技法制作出独一无二相关黑洞的理论。那我对此很感兴趣，所以我找了史蒂芬霍金来做曝光的美。另外一方面是想要表现出为人们的牺牲与奉献，也十分向往去印度与中国，在当时根本没有行工艺结合。这件作品之所以取名为破布点及方向彻底被改变，
解应物种起源，使它成为科学界中的指标人物的 DNA， 像冲哎，爱迪坚持，他提出黑洞会发放辐射的相关理论，而我利用黑洞作为中心，延伸出和其他。在整个专题的作品制作中，我们运用了五种以上的一种技法珐琅，又称为景泰琅，是中国隋唐时期流传下来书表面，再透过水降温后完成此珐琅作品，用到此断敲技法。而以下这些是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常用到的器具。美美的样子，他们也能够去。谢谢评审。那请评审给予我们意见与指教。说一定是什么科？美工科。美工科哦，所以这个作品跟你们的课程就是将美工科细分成不同组别。那我们是属于产品，我们也会学习与外面的厂商去做联络，所以除了在学校内部学习技能，那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又学习了像立体构成，我们学习了雕塑，它的前身是蜡，那是用绿色的这个蜡块。商品化的部分，像刚刚有说到铸造这个技法，那铸造这个技法也是用蜡去成金属的样子，然后我们再回来抛修等等。那其实，在铸造，问题是我看起来很精彩。那因为这些伟人其实都是比较不是我们的，因为当你们这个就是我们是美工科，他们主要是帮我们设计图的部分。的分工跟那个合作的模式大概是哪里吗？那是单独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法去让作品能够更突出？最后就是跟受众见面，我就看对嘛，所以我们有在跟学校的辅导师进行接洽，看是不是也可以公开。那因为我们现在在比赛，所以我们有认为我们用着我们高中的基础，然后在大学中，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我们是永远的五岁，我是曾家邦。我在跟大家讨论这样的题材的时候呢，大家也都觉得这些身心障碍或是有心理障碍的这些患者，他要来为舅舅，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要由他来陪舅舅，在同一个。我们的规划是，我们将后面的行程跟前面进行对调。我们先为访聊拍，下次拍摄他在房间里面一举一动。我们是观音高中。对。我的评分。这是我们的比赛主题，然后它是在讲述从内心自我产生矛盾到和解，然后因为我们的主角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利用我们的 2D 动画来表示内心的自我，而偶动画则表示外在的自我，然后两种的自我结合变成了这部动画。那你们有没有信心？有，很好，一定第一，好，第一句话，一定第一，预备，开始。一定第一哦！一定第一，第一名，第一名。好，然后再一起，第一，好，五六三二一，我的评分得第一。再一次，第一
次利用两种不同的媒材进行结合，然后在合成的部分，两边都要互相的配合，并不是一边就是长这样，另外一边就一定要配合它，可能两边都要同时做修改。有，一定会有，一定会有。我们团队合作中，当然都会有的争执部分，但是我们经由了沟通，然后我们最后也达成了我们最后的，就是、我们会一起，各自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希望怎么改进，或者是说我们要可能有误会要解开，对，所以。想拍的重点，真的可以哭，我觉得就可以感动给大家。我觉得需要长期下来的相处，因为当然我们一开始进去机器进去嘛，他一定会吓到。但是我们心里会抱着一种，就是会就算不会轻视，也会避讳着他。所以然后可以提早去接触到这种相关的类型。他不只有这样，他同样的题材吗？同样这个家庭，同样是你这个家庭，对，同样是这个家庭所发生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是有选由我来代替他的份，然后一起来参赛，两个人是去导致自己和周边的一些朋友会造成一些伤害，所以我想要借由这部动画短片来告诉我们情绪的变化而开始膨胀，但是在设定象征情绪崩溃的这个元素的时候上，但是这种造型会让观众联想到一种吊死人的感觉，所以以及过程。但是发现水彩的水，开心时伤心时的蓝色，愤怒时的动态表现，所以选择手绘组合动画，参考了舞台剧里面的表情变化，希望能够借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展演实物课上我们学习到了动画的，我们在透过这次的专题竞赛之后，我们学习希望继续朝动画这门产业或是相关的影视产业发展，是极具特色。谢谢，创意性十足。因为影像的整部片的导演，还有里面人偶的动态调整，那里因为同剧的一个营塑或者渲染，我认为是有的。那我们也自认为是这个人物造型本身就是具有它绘画风格。所以美术这个方面就是取得指导老师一起支持啊。OK， 好。我刚开始在看的时候，其实我是创作的，就是为什么会选择？什么？这是你发想的？那为什么这个肚子要大大的？嗯，肚子大。对，为什么你的人物原型？然后会特别让主角长得，他某些地方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比较容易上网搜寻一些参考资料，看别人是怎么调整他的动态，到把他坚持到最后，然后他们也觉得，就是这部作品能够见人见智。我是来自高雄的卢先庭，我来自高雄市的中华艺术学校。那我本身是多媒体动画科，我们的动画是在讲述人们如何面对自己情绪的数位剪屏动画短片。那今天上来台北来参加这个竞赛过程中觉得非常的惊吓，然后参赛完之后觉得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也希望可以在这个竞赛中旗开得胜。问的问题其实都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也试着想要去回应他们的问题，这样像是技术上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团队合作这样子，就是中间有不少的摩擦，然后我们也在这些摩擦里面就慢慢的去学习怎么跟人沟通这样子，然后关于工作上的一些分配，还有时间的掌管，这些有时候都会出一些小状况这样子。
只有一点点，因为我是真的还蛮喜欢动画片的，然后我真的非常想要把这部动画片做出来。就一开始觉得它可能快不行的时候，我还是会很希望能够把这部片完成，因为这就像我自己的小孩一样。之后我们会试着参加影展比赛，然后当这些比赛全部都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到粉丝专页 The Mood Balloon 里面进行宣传，然后把全片放上去。我们是中华艺术高雄市中华艺术学校，那我们这部的作品的名字是《永远的五岁》。对，那它主要是在讲长期照护的家庭，那里面的家庭的所有故事，那还有家人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个长期照护所面临的困难，跟他们如何去相处，接下来的是日子这样子。就我们最主要比较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在后制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开始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确定自己要拍什么，所以我们将所有的画面都拍起来，然后素材量就很大。那我们在后制期间呢，也是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接，就是不知道怎么接才好，就怎么接就自己就是不满意，所以我们中途就是有蛮崩溃的。所以那我们后续也是跟老师也是重新把顺序全部列出来，然后在什么样的地方放什么样的片段或访谈有问题，然后再加上什么配乐会比较让大家会带入到那个感动的里面去。中间有没有让你们想放弃的时候？想放弃的这个念头呢，已经出现在我们这次的过程中已经两到三次了，甚至是在我们最后一次拍摄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崩溃到了一个极点，就是剪辑完全没有想法，然后故事主轴一直抓不出整个叙事的排列，整个就是差点是没有办法参加这一次的专题比赛。那最后好险有老师帮助了我们，就是帮我们理清了整个全部的顺序，那最后一步一步的慢慢这个影片就会慢慢成型这样子。对，因为参加比赛有什么建议给学弟妹？就是到目前参加这个比赛，我建议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你抓住那一个目标，你就往那一个目标去做一个延伸，那延伸的时候尽量不要太多东西在你这一个延伸的范围内，抓准你要讲的东西，然后控制在你的十分钟之内，将这个成果展现出来，我觉得就可以让评审了解到你要讲的东西了。三二一，口号口号口号。我们是南强工商戏剧科的学生，我们的专题名称叫 Resistance。对，然后刚刚就是其实还蛮顺利的。也应答如流，对于问题就是评审对于我们的专题有问题的部分，我们回答的还不错。我觉得最紧张的时候是在就是我们等待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我们下次应该是要第一个这样，就是早死早超生。因为我们学校是我们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参加这个比赛，就我们第一次，我们学校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入选了全国赛上，然后就很紧张。老师对你们的期望有没有很高？这是一定有的啦，毕竟是第一届，对，第一届戏剧科这样。对，很好。那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你们一起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怎么克服？这做戏当然是难免会遇到一些火花跟争执，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这样，对吧、啊？然后对，你们可以讲讲。对，像那时候就。大家都是各忙各的，有时候我们需要很多活动，戏剧科就有很多外在的表演，什么新北戏剧比赛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班长或什么的，所以我们要同时去兼顾两个方面，就是会比较困难一点。说很常我们排练的时候都可能只有两三个人，我们这种没有办法到齐，对，永远都无法到齐的组，就我们大家都是零零散散，所以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做，才把这个做这么完整。是，那对未来有什么期许？未来有什么期许？未来有什么期许？我们的未来应该就是只有能好好上大学吧。那给想要参加的学弟妹什么建议？建议有就是，你真的闲闲没事坐在这里。什么？没有啦。就是你一定要对戏剧有抱有一定的热忱，因为在做戏的途中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从一开始你要开始撰写剧本，然后到选角跟那个主题设定，因为专题组最多五个人嘛，那你五个人要做一出戏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你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毅力跟
热情，所以你才能做出一出戏。应该说一出完整的戏，就是要需要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帮助。对，因为如果做一件做一出戏，其实要维持它的热忱是很难的。嗯，对，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克服那些打击你的事情，然后要想办法找回那些初衷，你才有办法抱持着那个热忱继续的完成这项大事。我戏剧我家我们是樟树国际实创高级中等学校的多媒体动画科。对，然后我们的动画是以偶动画的方式为主要的呈现，主要就是在讲就是以电话亭为主轴，就是想要借由这个集，就是这部动画让大家看到电话亭就是其实被没落，可是它其实还是有存在的必要，然后进而看到更多没落的公共建设来去重视这些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比较新，所以资源可能没有那么的足够，所以其实制作偶动画我们都是还蛮就是比较很少来尝试，所以在刚开始制作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次的失败，然后经过一些老师的教导，然后我们去查资料，然后就是试过很多种材料以后，我们才找到比较适合的方式来制作。要穿的跟我们一样，对，就是要有你们自己的特色。对，就是不要想着跟大家一样，就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展现你们特别的地方，让大家有印象。要跳舞，对，唱歌跳舞，每个人跳舞，大家跳。耶！喊出限定欢迎精灵，施展魔力改造更新，哈拉帕拉甜蜜光景。电话亭精灵准备出击。我们是来自复兴商工美工科跟美术科的发现，因为不知道教授会是很严厉的那种质问我们，还是会和蔼可亲。然后刚刚我们讲完了之后，发现教授们都蛮好相处，都面带微笑的问问题。对，然后也因为在学校我们做了蛮多准备吧，所以刚刚整个问答的过程都蛮顺利的。最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是精工作品，所以我们都是要自己手锯啊，然后我们个人的部分就是有锯到手受伤，然后就最严重的部分是他有去缝针，就是手还有被缝针。对，那团体的话就是也有因为大家的理念不一样所以吵架。对，那最后怎么解决呢？就沟通，互相包容，互相退一步，海阔天空。对，拿到第一名。我们是来自复兴商工美术科的虎视眈眈。我自己个人是还蛮放松的，因为平常就是都会有练习过讲话，而且评审也蛮和善的，所以其实他们都面带笑容，所以其实不太紧张。平常很 nice。在赛前已经把自己的心情放轻松，所以进去还可以，而且是第一组，所以评审的反应会比较热络一点。其实最大的困难应该是时间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做这个，还有我们还要再兼顾毕业展，所以应该是时间上就是分配的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其他都还好，因为我们是画画的嘛，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作品是画画，所以还好。第一名，你说的第一名，我的第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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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视眈眈。